有确认过没有看到行动电源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次的旅程呢，我要用一个很可怕的声音来迎接大家。因为我现在在重感冒中，就是我还是咳嗽，然后还有点鼻塞这样子。那这次呢，我要去的一个地方叫做中国河南，我们要飞往郑州了，那我们就出发喽。现在呢是早上的7:45，很早，今天很早起，我昨天才睡2个小时而已，所以脸整个又是一个肿，每次睡不好脸都会很肿，请大家多多包涵啦。我们已经到达郑州喽。我们现在呢，离开机场要前往市区啦，这里是机场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新田360广场，要来吃午餐了。这里好大哦，就是我们点的所有东西，超酷的吧？像是牛肉面、炸酱面、蒸饺，然后这个我忘记带我在补记。酷吗？开动哦！我们午餐是吃这家小面故事。然后啊，刚老板看我们就是点了一堆，然后一直拍一直拍，结果他就请我们吃了。人也太好了吧，超好，人超好的老板，大家可以来吃他们家，他点上还都还不错，算是蛮有特色的。如果来这边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去吃小面故事咯。我要进去喽。这两侧叫望楼，是在古代的建塔，用于士兵。他们后面都有每个历史人物的名字。阿玛牛刀又被录下来了。经过所有脸谱之后呢，我们来到的是赋诗楼。今天第二个地方来到了春秋楼。张张紫苏，这个是艾叶，这个是艾叶，艾叶。趋吉避凶的香包，好，我要出发喽。点呢，我们来到了霸凌桥，虽然我也不知道霸凌谁啦。好热，好热，好热！太阳好大，好热。关羽正前方的呢，就是霸凌桥哦。桥上看下去也太美了吧！晚上呢，我们回到了郑州，要来吃晚餐咯。这里超热闹的。
各式各样的餐厅都聚集在这边，然后你想吃什么都在这边找得到。这是我们今天要吃晚餐的地方。吃完饭之后呢，我们来到了二七广场走走，这里好大哦，超级无敌大。又是可以降下帘幕的厕所，很有趣。整间房间实在是超级无敌大的。那在河南第一天的行程就到这边结束啦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记得给我一个大拇指并订阅我的频道哦，那我们明天见啦，拜拜。